哎，老大，你这也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可知道赵三爷这个人？哎呀，满幽州谁不知道赵三爷呀？听说此人还被幽州立过功。嗯，我听老人说过，大约是10年前，幽州边界总闹匪患，当时的节度使没能耐，治不了匪，是赵三爷带兵护城，围剿了好几个山头。如今妄图附近，只有黑风寨有余窝悍匪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 官府呢？他们束手无策，除此之外，其他土匪都被缴清了。这么说，此人之前还带过兵吗？赵三爷从前当的是统兵，后来因为儿子犯错了事儿，自己也受牵连，被开除了军籍。听说他剿匪时腿受了伤，留在军队里做不了什么，后来做生意发家，年年失粥，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。 原来他是因为这个才离开了军队，也不如人前说的那般风光。嗯，那是自然。哎，老大，你问这些干嘛？啊，也没什么，好奇而已。啊，他最近往城外运了不少药材，你可知道他囤药的库房在哪？赵三爷的库房？我打听了，他的库房拂晓时分会换房，守备薄弱，我要去一趟。为什么？ 因为不对，哪儿不对？车辙。文书上写的车上运的是药材，可车辙印太深，药材根本不会那么沉。你是说，赵三爷私运黑货出城？ 现在范节度使和周将军都在备战，无暇他顾。按你所说，这个赵三爷既有名望又有背景，若是他真的私运黑货，也会大事化小，不了了之。你又何必追之不放？谁叫他欺负我夫人？啊，他防你心虚，又雇人骂门栽赃，现在又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的犯私货，我非要给他查清楚。 就算是搬不倒他，我也得给恶心恶心。原来铺子的事儿，郎君都知道。当然了，夫人给我撑腰，我也得给你出出气啊。那你可要小心啊！放心，我最后吩咐。 三爷，这500担米压到之后，下一批尚需等上10日才能运到吗？怎么，胡大人着急了？这夜长梦多呀！哎，咱们往城外运粮的速度能不能再快一些？我担心，若是被节度使和周将军察觉到官库的粮米已然亏空过饱，我这度量到的脑袋立马不保。 胡大人，不必多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官库中亏空的粮食且有烂谷子充数，就算范仲二人此刻来查，一时也不会露出任何的马脚。现在有范知府和夏总兵照应，只要咱们小心谨慎，暗度陈仓。 不会有任何的纰漏。话虽这么说，啊，对了，继兖州、青州以后，这并州也暗中派人来了，要买咱们的军粮，以充军备。
我把粮价翻了5倍。吴大人，只要你有耐心，这幽州的粮仓一空，咱们二人就可以趁乱溜出幽州。到那个时候，范轩和周格郎二人守的可就是一座绝粮的死城。难道还有心力奈你我如何呀？还是找三爷会做生意啊，小官我但听三爷差遣。来人，看看里面怎么回事。是。追！给我追！这人我见过，是个衙役。若是此时泄露出去，你我该如何是好？谁打的？不是打的，我自己磕那个门框上了。谁打的？先前你说在府衙一切安好，我一直忙铺子的事儿，也没多想。他们是不是合伙欺负你？咱这身武艺，谁能欺负我呢？放心，我是男人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。别多想，我就要擦干。今日不去胭脂铺了，你让木兰去集市雇几个吏夫来。吏夫？少夫人需要搬东西吗？你只管让他雇来。是。就是他。没错，这人叫黄王妃，是公子的顶头上司，就是他一直带头欺负公子。九四知道，少夫人放心，这种事我谁也不提。公子上哪知道去？走。这顾九四吗？顾七。对啊。顾九四，得行得行。还不拜见顾知县？拜见顾知县。都是熟人，不必客气。本官既走马上任，自当要赏罚分明。昨日我身为衙役，因为家中有事误了通，按例当罚俸月底扣除。黄龙飞，在。你可知我为何唤你？还挺聪明，我还没开口就知道要上你腰来。站住！
造班班头黄龙飞。事事以百姓为重，尽忠职守，现擢升为本县都头，统领全县衙役，每月涨俸二两。黄都头，来拿你的新药吧。徐衙役要辛劳，每月涨俸20文。是，知县大人。行了，忙去吧。是。顾知县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若听完后悔了，这腰牌便可收回去。说，实话说吧。月初傍晚北巷，套麻袋打了你一顿的人，是我。呀，这不巧。翌日清晨也是在北巷，套麻袋打你一顿的是我夫人。顾知县，我是个粗人，从今往后愿效犬马之劳。行了，上任吧。是。顾知县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实在是琢磨不透。我听说您从前是家财万贯的纨绔子弟，为何沦落到当个衙役，如此清贫狼狈？纨绔，纨绔。玩没了呗。所以都是真的，你一直在骗我，让我为你卖命，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今日会踏平黑风寨，你们还想负隅顽抗吗？此人是那周夜的结拜兄弟，擒了他，咱们也能活命。给我上！老鹰已经死了，我就是大当家的，你都听我的命令，把刀放下。孤身进山寨放我的时候，真的确定周大哥会带兵来吗？说实话，我不确定，不再赌。我只是去前通知他，他能不能来，能带多少兵马，我都不知道。哎，我这算什么呀？差远了。在我心里，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称得上真正大侠，他为民捐了全部的家产。那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女子。谁呀？她的名字也不同凡响，柳玉如。柳玉如？啊，她的名字怎么不同凡响了？
总之就是不同凡响。他在我心里就是素未谋面的异性。哎，我要是有幸能拜在他的山头，我一定肝脑涂地，愿效犬马之力。哎，你们笑什么呀？有这么好笑吗？你见过柳玉茹长什么样子吗？没见。可这有什么关系？她就算美若西施，我也不会对她有半分邪念。若是她真的丑得没法看，那也是不同凡响。只要她肯把我收入门下。收你做什么？你这个人糊里糊涂，为虎作伥，帮助赵三爷那个奸佞小人，把关乎幽州百姓生存的粮食偷运出去，又高价贩卖，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好事。你说我为什么要收你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就是柳玉茹。啊？哦，对对对，你是南方人，扬州来的。不对呀，我义姐的丈夫，那是江南首富顾家人士，可你是衙役的妻子。我的丈夫名叫顾九。少夫人，所有的粮食都已经清点完毕，除去今天淋雨损耗的一些粮食，一共是25万担。还差5万担。军令如山，一担都不能少。况且幽州的将士们还在为天下安定不顾性命的拼杀，不能让他们饿着。可是能收上粮食的州县咱们都去遍了呀。是吗？还有一处，少夫人，扬州可不能去啊！是啊，少夫人，扬州可不能去，不能去呀！诸位，筹粮这一路，若是没有诸位帮衬，这25万担粮食，我是绝技凑不齐的。玉茹在此，拜谢诸位。哎呀，少夫人，您这说的是哪里话呀？我们这帮老骨头就天天盼着聚在一起，跟着少东家一起做生意呢。是啊，如今还要劳烦诸位最后一趟，把盐城这最后一批粮食先行护送回幽州。那您呢？扬州，我必须去。少夫人，你们先不要担心。我也并非贸然决断，扬州凶险，不仅因为王善权狠辣，还因为他背后有骆子商替他筹谋。但眼下我收到消息，王善权实现独霸扬州后，反而和骆子商出现了局语。眼下骆子商并不在扬州，只有一个王善权，不足为。顾夫人，为秦王大军筹措粮饷，需要立军令状，你愿意吗？民妇愿意。顾夫人，军令如山，若约期已到，未筹到30万担粮食，当拿顾家全家试问。其中轻重你可想清楚了？民妇明白。顾知县，尊夫人南下筹粮，你就留在望都辅佐少主，不得有失。属下领命。好。众位将士，立即回营整装待发，明日一早随我同周将军一起出征。大姐姐，早点回来。你在家照顾好我婆婆，照顾好自己。花荣虽然暂时关了，但时不时还是要去照看打扫一下。知道的，放心吧，大姐姐。你是最勤恳的，我放心。行了，回去吧。九思。你带玉照他们回去吧。我就再送一礼，送一礼我就回去。
姐夫，你打城门口就这么说了，现在都送出望都十里地了，这眼瞅着可就要到蓟县了。就你话多是不是？想不想去了？不想去，回去呗嘛。我是我姐亲点的护卫，你不让有啥用？再说了，谁不知道这孤家里里外外我姐说了算，你排不上。排不上就排不上，我吃我的软饭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九四，我们回去吧。你要是想我了，就给我写信。好吧。回去吧。大人，就这么喝，太普通了。妾身有一个好玩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将您的眼睛蒙上，喂您喝。来。好了没？喂，来人！来人！救命啊！姐，现在一两一担了。少夫人，我们的钱已经够买50000担粮了。好，这次把扬州这些囤积居奇的商人扒一层皮，让他们伤筋动骨，日后扬州也会安稳很多，不会给幽州添乱。是啊，那咱们现在赶紧买饭，赶紧走。这要让骆子山发现咱们炒低粮价，到时候来抓咱们，这可就麻烦了。眼下的价格，买粮是够了，可是扬州的百姓还是吃不起。再等三日。好。哎，这位公子，买蛋粮是吧？哎，姑娘，买蛋粮是吧？是，到现在一蛋都没卖出去。买蛋粮是吧？要不降价吧。600000一担，600000一担，粮食降价了，今晚吃黄米饭好不好？太好了，我要吃三碗。娘带你去买啊！少夫人，那我呢？你去善济秦庄，把我们放那儿的钱全都拿回来。是。娘。
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娘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十日前，梁王逆贼在东都全线溃退，爹爹得胜在即，将来秦王有功，就是大荣的功臣。我们说不定啊，都能去东都封官呢。哪里不对？梁王大军全线溃败，主力尚在，粮草未尽，在这个时候他们居然放弃经济，我认为此中定有玄妙，我们不可轻举妄动。确实，梁王大军败走东都已有时，可各州并未传出和他们交手的消息，那就说明他们很有可能正在行往幽州。没错，前线打不动，他们就想用幽州守住和满城百姓的性命，要挟反间使退军。是，现在我便书信一封，通知前线。报！少将军，梁王率十万大军过了幽州边境，直奔望都而来了。十万？是。大夫人，我知道，我罪该万死，我做了很多错事儿。但是我再坏，我对自己的孩子的心跟你是一样的。玉照、玉应、玉茂这三个孩子是我，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可能对于他们来讲，有我这样一个母亲是他们这辈子最倒霉的事儿。可是从今天开始，即便是这样的母亲，他们也没有了。大夫人，你心善，我求求你，收留他们，照顾他们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他们的亲娘。就当我死了，不，就当在这个世上从来没有过我这个人，行吗？好，我答应照顾他们三个，但不是因为你求我，是因为我也是母亲，他们三个也是我看着长大的。虽然有的心术被你带歪了，但毕竟还小，也不是无药可救。多谢大夫人。殿下，有什么话直说吧，不必客套。九四，你是我外甥，这话生分了啊。若你卫青刀兵祸乱天下，我当然可以喊你一声义长，可如今确实物是人非。九四，我若是和你说起初我并不想当什么皇帝，你可信我？我信不信的不重要了。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当皇帝，我只知道你起兵谋反，将天下卷入战火，致使民不聊生。你若真的想问，不如去问问那些朝不保夕、三餐无以为继，甚至一子而食的布衣百姓，去问问战场上那些枯骨，他们信不信你不想当这个皇帝。九四，你到底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我跟你一般大的时候跟你一样也是一腔热血，
可到了如今的年岁，看过这个世道，我就知道空有一股冲劲儿是没有用的。你说你替范轩死守那望都城有什么用呢？你口口声声为百姓计，可是你心里清楚，你我的兵力悬殊，城破是早晚的事儿，拖得越久死得更多。殿下怎知这兵力就悬殊了？睡觉了。是你远房的爷爷，你这鸡鸣狗盗之徒也配问我姓名？黄口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睁开眼睛看清楚，我们王上身后有十万大军，踏望都如履平地，你若主动打开城门放弃抵抗，或许可饶你一条生路。我赏你个大烧饼你吃不吃啊？你们这群臭鱼烂虾打输了逃到我们这儿还有脸嘚瑟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德行。我奉劝你们啊，放下武器弃暗投明，以后遭雷劈的时候还能少挨两下。大胆！我就大胆了怎么着吧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，不打你就是我孙子。进攻！
发丝两鬓散落，纷乱的风烟里，历经烈火凝凝对撞，拂袖去，红酒醉，要唱一句高歌。曾言无尽，怎料相思难平，情深不知从。一步一曲日暮晨昏，却交付自己和未来，又为何三尺有灵，天地作证，你是我的妻子柳玉茹。日月昭昭，山河为媒，你是我的夫君，顾九思。愿交付的背后，交我的双手。我顾九思，愿以此身血肉遮风挡雨，护你一君无臣，鬓角无双。愿我如长风，渡君行万里。曾言无情，怎料相思难平，情深不知从何而起，一步一曲日暮晨昏，却交付顾将军。梁王十万大军在城外突然全面铺开，怕是要强行攻城了。传我军令，紧闭城门，全力死守。是是。放人！若不嫌弃，我们三人结为金兰姐妹，可好？好啊！哦，这玉茹姐姐她就叫玉茹，我怎么就是叶姑娘？韵儿，韵儿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其实我挺羡慕秦姐姐的，你可以上阵杀敌，就像我祖母年轻的时候那样。你祖母以前也是女将军？嗯，我祖母吉吉便带兵打过胜仗，可惜在桃李那年就为人妻母，便再也没有上过战场了。你祖母难道是戍边名将梁清玉？梁清玉是我祖母的闺名。秦姐姐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打小听她的故事长大的，我立志为军中效力，就是受他鼓舞。真没想到，居然能和他的后人结为姐妹，当真是得偿所愿了。只不过我差太远了。哪会？这梁将军的骨血定然差不了。就是，我们三姐妹都不会差的。来，喝酒。差不了，喝酒，喝酒，来。
老板喜结良缘。你这是做什么呢？这合卺酒已经喝了，那下一步当然是报命入洞房了。柳玉如、柳老板、柳仙子，作为你的夫君，我能不能提两个无理的要求？什么要求啊？这辈子独独喜欢我一份。还有一个呢？往后的每一只都我喜欢为你。我会的，九思，我会永远的陪着你。是孤帆远影，我都认定陪你续。不知县呐，大伙听说您要去东都了，就特地前来为您送行。谢谢你救了万都，救了我们所有人的命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各位，幽州是咱们大家伙一起齐心协力守住的，九思。也要谢过各位。谢谢，不知县的，谢谢。您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呐、啊，就算您去了东都，我们望都的百姓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恩情呐、啊。永远不忘记。永远不忘记。若真说恩情。是幽州先收留了我，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。各位父老，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今日特意吩咐了御厨，做了些扬州菜色，不知合不合太傅口味。谢殿下关爱。哎，不必。自从我入皇宫，一个两个的都这么客气。太傅你深明大义，率扬州归顺我大夏，原本是我该谢你的。忠君爱国，敬爱殿下，乃是臣子的本分。至于殿下待臣亲切宽和，那是殿下仁厚。君臣之别，微臣心中明了。太傅所言甚是，我受教了。殿下的气度果真效似陛下，行事沉稳，有明君之相。太傅当真这么觉得？当然。可是父皇总把我当小孩子。这人子哪怕过了而立之年，在父亲眼中仍旧是孩子。这陛下是慈父，视殿下如长珠，免不了想要多疼爱几年。想必顾侍郎待殿下也如同嫡亲手足一般吧。我也希望顾大哥是我嫡亲兄长。顾侍郎这等风流人物，年少得志，人人称赞，又得陛下的信重，任驼生在谁家也都是人人喜欢的。那是自然。太傅，
我也想早日成长，为父皇分忧，得父皇信重。微臣定会助殿下得偿所愿。我敬太傅一杯，谢殿下。身手不错，师祖何人啊？哎呀，我没有师父。没人教你武艺？我自小东学一招，西偷一招，全是野路子。世上竟有这样的武学奇才？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找你比武，那是有事求你。我说赢了你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如何？不不不，别说一件，十件我都答应你。那倒不用，一件就好。停！识君之路，却不能为陛下分忧，微臣惭愧。微臣愿减去一半俸禄，虽杯水车薪，但能为黄河坝上多添几块砖也是好的。陛下，臣也愿俸禄减半。好，朕准了。谢陛下。顾爱卿，啊，你因何发笑啊？回禀陛下，这臣在想，钱库亏空是因为前朝出了贪官，那想追回库银，不是应该查明账目，厘清花销吗？微臣是没想过拿自己的俸禄去补这么大的窟窿，自惭形秽，不如各位深明大义，故而自嘲。顾爱卿，你的想法不错，但是前朝账目繁多，千头万绪，又经过连年的征战，文书档案遗失较多，恐怕有心无力啊。陛下方才说，凡事都有个开始，臣不才，愿做这个开始。父皇，儿臣也愿接手账目之事。玉儿，你这是何意？此事事关重大，无人比儿臣更适合去做了。儿臣愿为父皇分忧。玉儿，你经验尚浅，暂且退下。是。查点前朝账目一事，就交由顾爱卿去办吧。着你一个月之内给朕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臣遵旨。陆爱卿。臣在。顾侍郎毕竟年轻，又是你户部的手下，你带一带他。顾侍郎天资聪慧，乃可造之才，日后定然是户部之栋梁，微臣一定毫不藏私，倾囊相助。
九思哥哥。您是？见了公主，为何不拜？不必，今日我只是来见故人，不讲这些繁文缛节。下官不知公主身份，失仪冒犯，还请殿下恕罪。九思哥哥怎么如此身份了？我是云长啊。九思哥哥不记得了？咱们打小就见过，那时候我才五岁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，只当我是小宫女，帮我上树摘风筝，还骗我说叫你哥哥才肯还给我。公主是凤凰衔珠，下官岂敢攀亲啊？下官儿时做的顽劣之事不计其数，车载斗量如有冒犯，还请公主海涵。哪里冒犯了？你我二人如此缘分，我高兴得很。三年前那场大雪，你我阴差阳错的擦肩而过，我本以为咱们缘分尽了，没想到这风筝线还真没断。不，这都是那梁王老贼搞的鬼。我对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心思，我哪配得上您呀、啊？再说了，下官如今已有妻室，是幽州首富花荣胭脂铺的老板柳玉如。我们如今琴瑟和鸣，恩爱非常。九思哥哥，你我好久不见，不如就留在宫中，咱们去花园走走。下官这腿脚好像也不太好，就。顾侍郎，叶思剑请您去趟礼部。下官有要务在身，告辞了。九思哥哥，等等，九思哥哥。云长公主到。参见公主。今日都是来玩的，是本宫的客人，不拘这些，快起来吧。谢谢公主。本宫让你起来了吗？听说顾夫人出身布衣，这小门小户费尽心思养出来，攀了个高枝，如今倒也配合众位官夫人同席了。可见啊，若是碰上好时运，一根草都能飞上天。玉茹，起来。你敢抗命？不敢。但秦某想请教公主，当今陛下秦王之时，是出身布衣的顾夫人在为军事筹粮；梁贼攻打望都之时，也是顾夫人死守城门护佑百姓。而你们这些高门贵女，除了躲在都城里，又为我朝、为百姓做了些什么呢？